就这样了。现场所有在收看的朋友，我们是 Miss Chi， 我是组长 Chanel， 今天有 Jason， 还有右手边 Mabel， 还有今天非常 sexy 的鼓手 Jamie。We hope you guys will have a great time with us. 一个小时的时间唱歌给大家听，记得帮我们分享。Thank you， 一起唱吧。这首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老好直接哦我都是很直接的，他也不至于，他只是郑秀文的歌啊。对啊，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我真的没有听过。好，那就介绍所有给所有类似像 Jason 的年纪的朋友，这首是郑秀文的什么歌曲？快乐不快乐？这是那个热浪岛的一个歌曲，夏日摸摸茶电影。哇，你的脸哦，我懂，所以我懂什么戏了啦？对呀、啊，夏日摸摸茶是那个有阿牛热浪岛的、啊，任是任贤齐啊，是你看我有看过，没有听过。Jamie 懂谁是任贤齐吗？好像不认识哦。一个蛮帅的啦，呀呀呀，对对对，他会讲蛮帅的吧，也是老，老，对对对，对，这首歌是以前那个沙滩的那个电影的其中一个插曲。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因为这首歌跟这个戏突然间很多人去热当是吗？就 flat 那个整个 beach， 就是因为这个戏。对，因为郑秀文他们去马来西亚拍啊，当时是很多人就知道这个 island 就是 Redang Island。 对对对，所以才认识这首歌。今天除了 Mischief 以外还有 Jason、yeah. 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yeah. 有朋友说 good evening， 我们先带来下一首歌曲好了。好，这首是 love song 吗？应该是 sad song、欸、sad song， 好吧，對對對，送给大家。我们先不说歌名，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披肩下沉的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话语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真意，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
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离场。对着山腰，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真理，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有你的开场，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终究我的如此下场，你们已满纷纷走别说话。非常好听，张惠妹的歌曲。对对对，翻译一下，人质是人质 hostage。我突然间我不懂要翻译什么。果然那个古典英文比较好一点，对对对，他的 response 比较快。我他 tick 是不是？如果我不是，如果我叫翻译成中文，他们可能会啊对，英文他比较快。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叫我翻译华文我不会。Then 啊，我英文。只会英文，华文只会华文、哦、啊，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我不可以。对，好好，你突然间跟我讲一半华文一半英文，我听不懂。真的嘞，把心里说是这样的吗？都是掺起来讲才正常、啊。是挡不挡不，这样一点点就。你还有 Hokkien 呢、啊？对对 对, 对，是的，很开心，谢谢大家帮忙分享。我们先让我们的乐手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Mabel 先开始吧。嗨，我是键盘手 Mabel， 我在讲我是键盘手 Mischief。我Hello， 是的，我们刚刚完全忘记在我们自己的 Facebook share Mischief 的、oh, yeah. 哦，我已经刚刚 share 了。Okay, thank you. 左手边 Jamie， yes Jamie 是这样的，就这样。佳敏是佳敏，太棒了。我们看一下线上的，当然今天主要唱歌的就是 Jason 跟 Chanel。然后大家好， yeah. 谢谢你们帮忙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婉婷 ，Hello， 点了精灵 ，Vincent 点了在雨中，在雨中应该，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在雨中，我问过你，我们今天就唱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好不好？是的，送给大家。有Kui Ju 问说：“今晚的主题是快乐吗？”刚刚唱了人质，因为我唱了那个快乐不快乐，然后他就唱了那个。在我心上用力的没有，你的歌已经答出来了、啊、快乐不快乐不快乐哦，是有哪里来这样子是不是、okay. 哪里有 comma 没有哈、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可以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唱快乐歌的歌曲，但是发现中文歌其实很多就是都是 sad 伤感的歌大家都很喜欢耶、欸、是吗？对、啊、对、啊、对、啊、对、嗯、就是有点分手的、啊、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过你唱很多伤心歌。我有唱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那个是伤心歌吗？我常常唱欸，那个是伤心歌吗？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他只是叫那个人不要伤心而已，对，他叫他不要 sad，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是 sad song 啊、我自己其实很喜欢 sad song 欸。我们看一下哦， request 有很多，
他常常会看到，然后就是唱到在那边流眼泪这样子。哦，对，很 emo， 真的、啊，这么快的歌你都可以 emo？ 没有，我听我是最歌的时候，我听很多慢歌，我都会流眼泪。可是那个流眼泪不是伤心，就是你感，就是听到那个歌，你 feel 得到它的意境。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有感性。我很感性、啊，不是我哭包啊！啊，哭包、啊！我自己开车自己哭了，没有伤心的东西。像你看电影也是会这样了、啊、哦，哭惨哇，惨呀！我看那个 Marvel， 以后你去哪里看戏不要跟我讲哈。哎、欸，你知道那个人哦，在 cinema 忍着眼泪多惨吗？因为你已经哭到要那种，等你忍哎、欸，你就还直丢这样。对对对，真的有好不好？可是这个哦是一个 trigger， 如果有人开始哭，全部人就会哭了。真的吗？我比较喜欢平静。真的吗？你没有什么情绪、啊对对，你冷血 啊？看得出，真的。你分手你都那么冷血，哎，干嘛这样讲？可能在心里哭、欸，真的、啊，对对，真的吗？对对对。OK， 我们再看一下，哎，有朋友点很多歌，哎，莫啊、那英啊、吉爸爸，然后秀凤说，哎，酷一就叫秀凤来听，年轻人唱歌好好听，哎，谢谢你、oh, ，谢谢。哇，爱一个人好难。真的很难哦。Konnichiwa, good evening, happy weekend, happy weekend, everybody.、Yeah. 然后大家说晚上好。今天的主题我看我们就尽量唱就是大家可能熟悉的歌曲吧。好。应该是有快乐跟不快乐的歌。我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我的偶像的歌。今天来的时候我才跟Mabel 谈起这位女歌手，也算是天后级。然后我很熟。然后也有入围，也有拿过金曲奖。谁？对。然后就莫文蔚。哦，莫文蔚。然后他就去 Google 了一下莫文蔚，然后他恍然大悟，吓到，跟大家讲一下。哦，我真的 like silent for about three seconds， 因为我发现他今年51岁耶。他是蛮老的。对。啊，不是啊，蛮成熟的。啊、sorry。Advanced in age。可是因为他的样子不像，你知道他多 fit 吗？对对对对对，他有健身、啊。身材很好，这样子。完了，你们最近也是健身是不是？我们很努力啊。对对对。我们为了要长得比较年轻一点。不是，我们健身也是因为健康啦。啊，健康。对。就是不要太瘦，也不要太胖，就是健健康康就很好了。就是每一个星期尽量。固定做一些运动，而且我有个时期，我发现我的 zip 拉不上，就蛮严重的，还是、哦、是这样、啊，因为没钱买新衣，你知道吗？啊、所以对对对，这种人哦，四个当中最瘦的，就要讲这种 zip 不上这种，没有那个时候。Hello，Hello， 美宝，美宝，你看清楚，我们哦都没有穿 zip 表，直接。你看，直接套就没有穿 zip 了、欸。我有嘞，有啊有。我还看你check一下，咱们check一下。好啦，送上这首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叫《爱情》。我的头脑一直在想另外一首也有这两个字的歌。你还记得吗？还是什么？因为爱情。哦，王菲跟那个，哎，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唱哦。我们 try， 先准备这首歌好了。Hello Edmund, Hi everyone. 林书豪、张学友、杨丞琳吗？追他你的心里，还有
问题、欸、谢谢谢谢 Kuiju 他就点了爱情耶、欸哦、oh, 哇、wow, 是吗？对呀、啊，你先准备一首歌，等一下我们来尝试合唱，好不好？好。哦、oh, ，有点歌，有点歌。哇、oh, ，这个很久没有弹了。对，刚有朋友点到这首那英的歌曲，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男生版本的《默》。男生版、其实有男生版本的哦？是吗？是吗？周杰伦呢、啊？哦、oh, ，对对对，他自己弹钢琴，好像是吗？我不知道耶，对对对，我没有看啦，但是我知道有他的版本这样子、哦、因为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是吗？好像是周杰伦写给你看 那个词曲，不是真的吗？你骗我，真的吗？是因为他在中国好声音好声音的时候，对对对对，他表演了、哦、对，他们要表演、别的导师的歌啊， That's why 他唱了这首默，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们就送上这首默，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点歌，谢谢 Kuiju 帮我们分享了这个视频，所以在线上看的朋友也可以尽量帮我们分享，如果我们会唱你的点歌的话，我们会尽量送给大家。不会唱就尽量丢掉了，是不是？不然如果真的不会唱就一句啦，一句两句啦、啊、对啊对啊，就很像，很等一下他讲一句你会了就两句咯，两句三句，就唱到不会为止咯。哦，是这样，唱到你 blank 为止。没有啦、哦、开玩笑。我们先准备这首那英的默。耶。太久没弹了。我也太久没有唱了。音出很难想，你知道吗？我们的钢琴美女来弹奏这首默。我已经很久没有唱这首歌。果然是现场点歌嘛，对不对？准备哦。不如化身一条固执的鱼。好听好听。你这样流独着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沉默在
深海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冰箱画不完的圆，心间贴不满的缘，是点歌的朋友，是的，我在看那个刚刚有点到的这首《因为爱情》的这些歌曲，可是我找不到那个已经有分好男女的。哦，对，你们有一起唱过，我没有一起唱过，但是我有点忘了，怎么办？对喽，我在 try to 找那个歌词有分男女的，然后至少我们知道谁要怎么唱。我们来找一下，看可以不可以。我没有这个歌吗？耶耶耶，在 OK 好了 ，KKBOX 有歌词，来让你看一下。那这边你要先拍个照吗？原 key 是什么？原 key 是 fish， 原 key 是 fish 啊，所以我们要唱原elephant 好了 ，elephant 好，好了。耶、yeah, ！我看一下现场还有什么点歌。谢谢你们的掌声。是的，谢谢。Yeah. 谢谢大家的点歌，我们尽量安排，好不好？哇，我看到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五月天吗？对不对？好像是。谢谢 ，Thank you， yeah, yeah. 谢谢昌黎。耶、yeah. ！我们来看一下，刚这首应该是我看一下是哪位朋友点的歌曲。噔噔，哇，心是谁人知哎，闽南语的歌曲，你有没有听过？心是那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哦，等我就不会了。我加个没有听过，因为我都没有听过。我在帮，我在唱给一个福建人听。我听懂，只有他听得懂来听。我也是福建人哎、欸。哎、欸，你是吗、啊？你也是吗？只是我没有听福建歌。啊，你会讲吗？挡波挡波喽。他刚才在那边挡波挡波。你没有听到我讲吗？从头挡波到尾，我只会挡波。所以台上是有两个福建人，一个广东人和一个海南人。是的，是的。你让我想要吃鸡饭现在。我肚子饿了，真的吗？对啊，来，我们来尝试一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哇，我应该忘了，尽量了啊。给你一张过去的，可以吗？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也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找不出那样的歌曲，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
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真的忘记了，太棒了 ，Good try， 对对对， yeah, 谢谢你们的 Love and Heart Shape， 谢谢大家 yeah, ，Thank you。哎，这首歌我自己真的也还蛮喜欢的，因为两大、嗯、一个天后跟一个天王的合作，其实很难得，真的是真的，对对对，所有天王跟天后的歌曲，你们就不要再点了，对，因为很 challenging， 好不好？是，我们再看一下，哎，有朋友点 I Do Believe。然后广东歌，广东歌的话，可能我们比较少，嗯，对不对？没有人会广东哈、啊，这里。我只会我好靓啊，我只会食饭啊，饭也很重要。还有唔知道啊，对唔知道，对对对对对。你们就只会这几句是不是？对，真的真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如果你害羞我没有关系，我会对你说我愿意千言万语里，就真的这样唱到完了，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永远不放开。耶耶耶耶耶，你突然吓到头脑差点炸掉，真的这样唱下去了、欸、真的真的，就有多少唱多少，这样有多少唱多少、啊、真的谢谢你们的 like， 哇那个 love 一直不断的进来，谢谢谢谢，对，我现在看不到点歌耶、欸、真的吗？对，我一直是 blank 的，我好可怜哦，是，来我们来看一下点歌，我有看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有吗？有哦，终于有等人点到了，是不是？上面我们在弹，在唱别的歌的。好，那我们就来这首。我就明明要像这首歌。哈哈，哦 ，sorry， I brought it up。为什么你要讲出来的？他就是那个 Jason， 明明看到了，他就装着没看到。哦、sorry, 对对对，刚刚我在录我的学生。就是这首歌，哎、oh. ，那你是老师，你知道那个 example 更好。啊、我跟你说，我很 confident， 就是那个 Jason 唱这首歌会非常好听，所以大家不会，敬请期待。卢广仲是不是？对，卢广仲对。好，我们今天没有卢广仲，我们有谁啊？Jason 陈，哎，你姓什么、啊？黄松俊、yeah. 哇，对，黄松俊，对对对，来带来这首刻在我心里的名字，送给大家。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处理恶意，借太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真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自由，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在有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钥匙，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竟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谢谢送上你们的点歌，哎，这首歌很红哎，真的很红，那个点击率很高哎。我在想，今年那个 UFM 那个精选，它会不会有可能是第一名？它已经有第一名了，是吗？是吗？在台湾，我是说在新加坡，因为之前我们还在驻唱的时候，最红的歌是《小幸运》嘛，是吗？但我们今天没唱，我们今天没有唱，今天没有《小幸运》，没有必要好。对，就是像小薰就是那么的红，然后现在就是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对对对，通常电影歌都会很红。哦，对哦，嗯，小幸运也是。小幸，对啊，对。嗯，可是两部电影我好像都没看诶。我也是啦，另外一个我看了会搞胃。什么一个？是吗？为什么我们？对对，可能因为我比较 straight 一点的。真的吗？我不知道那个戏是什么。对，就讲两个同性恋，是吗？应该是吧。卢广仲那一部吗？我们啊，对对对对对对。哎，所以是在新加坡看得到的哈，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哎，
Yeah, on Netflix. 看了哦、oh, ，It's on Netflix、啊。你看了吗？看了、啊。你感觉怎么样 ？OK 啊 ，OK 啊。对了，他比较 open。女生看的是 OK 了，男生看的会。女生看男生的 OK 啊。因为这种戏通常都是女生看比较多。真的吗？对对对对。这 love story。男生只是被逼看这样子。被女朋友逼看、啊、对对对这一集应该是这样了哈。所以你还没看呢、啊？我是不会去看的，不会，不是还没。决定他不会看。我们先带来下一首歌曲，然后等一下再送上。有点歌哎、欸，有没有准备一下凉凉？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 ，but 我们 maybe 可以 try，I don't know。可以。杨宗纬嘛？可以。可以哈，我们先唱这首好了。爵士一点的歌曲送给大家，所以我们真的要唱点歌吗、嗯、Tony 点的这首歌其实他点了蛮多歌的，其实然后是唱凉凉吗？对， Tony 也是帮我们来分享了这个 Young Sarai 的视频， Thank you， 谢谢你。 Please do help to share our live stream， 唱 yes, 唱力说 yes, I can share. Girl sing well， 应该是 Jason 吧。我是哥、啊、Girl sing well 了，你还讲这整个 band 都是女生啊。对啊，那我们是一个全女生团体，然后今天有 Jason 跟我们一起来。Yeah, 没有，我今天是 Miss、yeah, yeah. Miss Miss Jason， 为了配合你们，我做 Miss。真的吗？他今天是 Julie。哦，今天叫 Julie 啊，他今天不是叫 Jason 吗？这样哦 ，Jason，Jason 对啊，对， okay. 有 Jason 里面就好了。凉凉的歌词也是有分嘛？有。Where's my 凉凉？等一下，哇，很久没有唱了嘞，谢谢你点，真的。Oh, yeah. Is the 凉凉 singer the one who just had announced that she had a daughter? 好像是哦，是不是？是吗？她有女儿吗？对呀、啊，她女儿就是那个花花的啊。
真的吗？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是张碧晨，也是应该是中国好声音之类出来的。对对对，就是冠军人物。只是我不知道他有女儿。他刚生啊，就很大的一个 news 的，他跟花花生了孩子。Yeah. 真的。然后你可以 imagine 他爸爸妈妈都是那么会唱歌的人吗？真的。那小 baby 生出来应该是唱的歌。他没有哭，他没有哭，他直接唱啊，是这样的、啊，哇，太幸运了。他甚至他就亮亮闪闪，哇，哎、欸，也太悬了那个。有，因为很多小朋友说，哎、欸，怎么样？可能他小朋友真的会生的，就是很会唱歌这样。应该是。我们看到有新的朋友进来了，春玲 ，Yes， 还有 Jackie 姐。哦 ，Jackie， 好久没见，好久不见，姐姐好。我们四个曾经都有见过 Jackie 姐姐嘛？都有了，都有，对不对？对 对, 对。然后她说 ：“Hi Hi Beautiful”， 就只是跟我们三个打招呼。你看，你都可以看得到，我都看不到字的。你的 hang 吗？我的一直 hang 住。哦，没有，你用什么 telco？ 哇、啊！哦，是这样玩的。你 refresh 一下，refresh 一下。我 refresh 了，他不让我。真的吗？小酒窝、哦，他就 stuck 在那边了。凉凉啊，耶、yeah, ！很开心，很久没有看到春玲也是了。嗯、所以这首歌我尽量好了，和音方面我可能真的不会，你就自生自灭啊，好不好？应该是有吧，是这样啊，你这样我哇，什么 key 他问什么 key 啊，杨宗纬的 key 给他，杨宗纬的 key 给他啦，哦 Gino 是 G major 啦，我真的啊，其实 G major 对对对，我唱张碧晨真的也是很高、哦、因为他是一个对没有办法，可能要变美声、欸、OK 我们唱原 key 决定了真的你确定啊，确定 OK 咯，你再低我就唱不下去了好吧，可能我的那个 mon 可以大声一点，然后再给我一点 reverb 在那个 monitor 里面，我才会。你要欺骗自己哈，我要有那个神仙的感觉。哦，我以为你要骗自己。这首歌要有这个 feel 哎、欸。This is Deliver 八万。呀、yeah ，我刚才 register 进去。是凉凉。对对对对对。Yes。OK OK， 我们来 try 一下这首点歌送给你们。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唱，有点紧张。你不要录我。
Mabel 在镜头上看起来很 dance。这桃花烂，今生月见滚烫，一跳一放心上，就勾下剩下是泪映成霜，泪映成霜，在随意放。岁月飞马难人中，陪片纷飞如水流，让浪迹与泪影一生涣散，而如凡尘少情之往往，瞬间一度情劫难了，这句的心original key 太棒了，对，唱原 key， 然后非常棒，谢谢大家。然后因为点歌不止我们会吓到，然后因为他们乐手也要想说，哎，多久没弹了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其实还蛮复杂的，对，在弹方面，所以谢谢大家，也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你们的 love 跟 light。OK， Jackie 的掌声，谢谢。哎，我的好朋友在跟我妈妈打招呼，哎 ，May 姐好 ，Hello May 姐 ，May 姐是我妈。他是不是以为是另外一个妹姐？对啊，妈妈说加油，还有很多的点歌。So、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又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很快哦。Right. 希望下次回来，我们再一起带来更多的歌给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一首歌，准备什么样的歌曲？来来来。Baby shark， 嘟嘟嘟嘟，真的吗？你不要吓到我。是啊 ，Jason 要唱那个卢广仲吗？我们来点节奏快的歌吧，结束。我吗？拿手吗？都可以啊。好啊。什么歌曲？好不好？好不好？好吧。哒哒哒哒哒哒。好呗。不知道，不知道。你都好不好了，我就好咯。好啦，我们就争取时间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叫《我爱你》。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但是把这首歌介绍给大家。刚才有唱了《刻在我心里的名字》，这是卢广仲的另外一首歌。我们抓紧时间，不要尽量不要超时，我们来吧。他每次被我 cue 到，我有点累。你知道他跟我们一起表演的时候，插班生听到他说：“哎，这哪里来的？怎么唱歌那么好听？”哇，真的吗？所以我就每次叫你唱这首歌，讨厌。对，真的，来吧。这是 Jason 来的 National Anthem。National Anthem 啊，耶！希望你们喜欢。Let's do it。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
的朋友，希望你们喜欢。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当然没有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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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Mabel， 我是 Chanel， Jason and Jamie， we'll see you guys again， thank you， 谢谢你们。